转弯，好，我们为什么叫那个白海图会转弯，就这样，因为当初就是他的那个历史典故，不就是那个是不是前副总统吴敦义他讲说那个什么在那个彰化还是院里外海的那些白海图，他会自己遇到什么东西就自己转弯。我想说这个真的是太有趣的一个形容词。然后后来其实在网络上的一些乡民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来形容台新银行，然后包括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免税工会卡，就是圣德山无限卡的事件上面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诠释。好，所以他就是这个臭名就是不胫而走，所有的人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也导致于我后来我就真的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说到底什么是白海豚银行。那后来很多他的相关的产品出来，我都会拿这个东西出来，就是刺一下刺一下。所以这间银行为什么会这么讨厌我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你不讲，然后它好像慢慢就会过去了。但是我就是会一直提出来，然后不管时不时就刺他一下，刺他一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讨人厌啊？怎么这个本来想要把这个臭名给就是甩掉，但是都会有人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事件，应该很难被人家忘掉。